2点多，10点就来了，9点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真的超好玩的，因为通常就是很少会在马场这个地方必翻。然后我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那马怎么办？他们一定会紧张啊，这么大声，他们一定会
更害怕，然后我就去问他们，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的？老上放摇滚乐。他说他们从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就先给马听摇滚乐，先让他们习惯，就是有那个很摇滚的氛围。所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都好好的，没有爆伤。你知道那马超贵的吗？有很多大老板的马都停，就不是停了。这边可以骑马一个小时，多少钱我忘了，反正就是可以来。所以我下次还想要来这边玩。我觉得今天超好玩的，而且有一点像我上次去英国的那个 Glastonbury 的音乐节，因为那边的地板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，就是有烂泥巴的感觉，你不觉得很好吗？所以有一种可以 touch 到你要下来吗？我要下去。吃掉，要像摩西那样吗？我上去让你们上山。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们聊天。再一次谢谢 Hunter Rod 邀请我来唱歌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。我觉得今天超好玩的，对吗？对。什么？上来好对很小声。对。啊，唱了一些比较快的歌，我当然也是很擅长那种抒情的。我可以就是唱一抒情歌给大家好吗？好。不知道你们歌词有没有背？如果没有，想跟说什么歌？全部都背了。好，再来这首歌，好吗？